国元帅等战略机遇，努力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做出更大贡献，要积极拓展伴侣的国际视野，强化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大资源，不断增强读学校发展能力，力争只在学期间出国际学习交流延续超过90天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比例分别达到100%和30%，蓝图引航未来，目标指引方向。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是指引我们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。朝廷两大科，风筝一反旋。This show and congratulations to our school's 100 lead members. 我们一起为这个学校会点个赞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。也请李明会长暂时留步。好，请咱们的